欢迎小石头。这不是鸭蛋，这是百香果。这是百香果，吸起小石头。这是百香果。哦，刚刚去吃了那个，又是吃货。嗯，你们这儿 2.5 斤是什么？ 2.5 斤多少钱？是不是？百香果什么味道？就是很多水果混合在一起的味道，就是百香果的味道。懒癌早期，欢迎你。2.5人民币一斤，2.5。不忘初心，你在哪里啊？感觉好像很便宜耶。我在家里，我在家里。然后广西来，哇！谢谢苍狼的66，感谢苍狼。嗯，我在花莲还是台北啊？我在台中。我这样做作吗？我应该是世界上最不做作的女生第一吧，小姨。台风假来了，可是要过中秋节了呀。QQ 我没有不理你啊。厚德载物，台风来了，对啊。今天嘛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登陆欸。台风多马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登陆。对，我是台湾的。你是台湾的吗，苍狼？苍狼是哪里的？今天就有海上警报哦。难怪我刚刚回家的时候觉得凉凉的。江苏苏州？你是住襄城区吗？我还是梅子，你住襄城区？惨了啊！礼拜四又不能带你们去那个了。不知道65要怎么做欸？都台风，65就不能做啦。你老板娘是桃园的，你们做什么的？没有，因为苏州前两天就是风吹到会冷，因为苏州就是前两天有一个粉丝，哦，你做模具的、啊，有一个粉丝他。我看到了你做模具，反正就是我寄一个东西给一个粉丝，然后结果那个粉丝他居然拒收，然后我转去给另外一个人，就是竹园玉润，然后他今天收到了，然后结果发现那个快递费只要22块钱而已，我送他那一盒饼都不止22块，居然这样子糟蹋我的心意，我觉得太伤心了。对啊，从厦门寄的。是食物，所以不是从邮局寄。想要会员的朋友花1块钱看一下我的真爱就可以给你会员好吗？哦，就是我今天撑不到12点了。想睡觉。顺风行吗？对，道父怎么了？对啊，台湾一个歪歪。欢迎小暴脾气。需要检疫。我今天庆彩，你没有参加我生日的活动，所以你就没有这个东西这样。
欢迎阡陌，欢迎阡陌。Hello， 欢迎进来的朋友，大家好。会卡吗？网络好像有点卡哎。我到处给他说一下，又卡了。哦，到处没有讲，会以为是骗的、啊。唉，算了吧。金霸狼他很礼貌，谢谢。金霸狼，金霸狼是第一次看我吗？金霸狼是第一次看我吗？今天好想睡觉哦。欢迎禅哥，不是了。什么叫做我读什么？什么叫做我读什么？金刚狼礼貌，这是你的第一次。看的新闻是强台，有确定什么时候登录吗？我想说，等大风大雨的时候，我再来跟六五请假。你关注我好久，不是不播了吗？我本来不播啦，但是我想说上来做一下任务啊。我看那个本，我本来以为他，我看新闻，我本来以为他会直奔广州而去、欸，现在还是确定会经过台湾吗？MPF 你怎么不是我的真爱啊？想要我的会员的朋友呢，就是在这边有一个爱心的地方点下去，然后加一下加入我的真爱。是因为台风要来了，所以我觉得讯号很烂嘛。从鹅卵鼻在屏东嘛，烧饭还是在明天或是后天再烧饭吧。那个去外面吃小餐，啊，吃大餐吃很贵，可是那间是没有去过的新餐厅，然后觉得不怎么样。应该带我妈去她旁边吃她旁边的海鲜的。对啊，我到家了，谢谢不靠谱，觉得我越看越漂亮。嗯，烧烤不是那种撸串的那种烧烤，是比较高级的那种烧烤，是比较高级的那种烧烤。我跟我妈两个人就吃了快要400块人民币耶。嗯，谢谢队长别看枪关注了我，然后你们说我天天带我妈，因为妈妈只有一个啊，然后虽然有一点贵，但是常常跟妈妈出去以后比较不会后悔吧，我觉得。然后才不会后悔说还有日本艺伎表演。哦，反正那间不是很好，不是很喜欢，觉得我以后可能不会去了。我家的事情我想提的时候，你自己妈妈吃来嫌贵。我爸我没有嫌贵，只是就是大家一直说哇，夏天好有钱哦，吃这么贵的干嘛干嘛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我就请我妈妈吃，那我总是不能带我妈老是带我妈去吃那种便宜的吧，也是要带我妈去吃点贵的东西吧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你们说我说的对吗？我没有必要讲这个，我才没有很有钱，我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吃请我妈吃了吃东西，只是我妈妈刚刚在旁边，我不好意思讲说那我请我妈吃饭呢、欸、对啊，我爸我很穷啊，哇，我就没有房子没有车子，对啊，然后水费啊电费啊房租啊，我是中国台湾台中人，欢毕竟蓝雨欢迎你 ，Hello， 你好，
我刚刚帮他卡黄的人都没来，我还特地先用电脑卡黄。对，我是台中。欢迎碧姬，吃茶叶蛋，没有吃茶叶蛋。嘟嘟，欢迎五弟的小鬼送我一根棒棒糖，感谢，欢迎二月花。不过我今天去吃的那一间，对，我每天都开播。可是我本来应该，我就是前几天的，我这个礼拜推荐是一直到10点到12点，一直到明天吧。今天几号啦？好累的推荐哦，以后不要这么晚推荐了。哎，你有帮我分享到 QQ 群里面吗？谢谢不靠谱。哦，对，那应该就到今天，明天开始就换时间了。我刚开，我看一下哦，谢谢米儿。不靠谱，你加一下我的真爱码好不好？不靠谱，你加一下我的真爱码好不好？不靠谱。你们觉得每一个家庭里面